啊？那个都这样的不行，啊？可以了。少不了。嗯？那不行，那不行。那就这条，这条少一点。这个呢？嗯，那就不了啊。可以了，卖一条行吗？可以的，行吧。不行。行不？不行。4800这条。才4800。对，这条4800这一条，稍微提点预算，稍微提点预算，收个货头。对，这个货尾的话，它绝对不会超预算。其实我还是建议收货头啊。货头，这个对，货这尾个可是以发出去。4800人。可以少哇，一这点个吗？种好老。我知道那个货尾肯定能少一点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不想让哥收那个叫啥，我不想让哥收那个，因为他那个没那么好看呀，真的是。对，收货的话，我一般都是建议收货头的，不要收货尾了，收啥货尾？嗯，这条有喜欢的话可以收啊，喜欢的话可以收。看看别的，这种大的什么叫大的，带点蓝底的，卡十四，对，这个是卡十四，这个什么叫黄姐好，黄姐，这条，嗯，11800。花又真好花，11800。对，这条3800哦，这条，怎么可能？他这这边么是高？加了几颗木珠，加了4颗木珠，这么大的做的是那个设计款的。对，这一三条是3800人，这千条。八这么大的珠子，纸底的，这种看看这个来，这一条，这条这古条。珠好美呀、啊，这个古珠，好胖胖的古珠。中间的筒珠也是一个高冰种水的筒珠，漂亮吧？这条，这条肯定好看。这条是不是以前罗文哥有收过是吧？啊，罗文哥、默默姐都有收是吧？都有收你的。那这个什么价格呢？这一个也是哦，这条是15800的，15800是吧？嗯。里面还有冰茶黄呀、桂花糕啊，就这种是胖胖的，就是。就跟那个苹果珠了哈，嗯，这种接就近原。对，这种接近原珠了，就不算古珠了。里面还有这种紫的，这条很新，这条真的很美啊，这条。买的这那条，这条什么价？这条15800。15000多这条，对，这条真的好美啊，姐姐们。什么？这个价。漏一条了，帅哥，怎么可能？帅哥漏一条，这条六千拿都八，拿不到，对，姐姐们来，这条6800这一条，6800，我你看他操，这种，又给我来这样了，对，蓝底，这么蓝高底的，桂花糕带茶黄，带绿珠啊，对，中间还有一个筒珠啊，姐姐们，你们看这种，上手真的好好看，这么老种老料的。对，你看一下这一条。对，它是像圆珠的，它是接近圆珠，是很胖很胖的古珠的。对，就这种这边的话叫苹果珠啊，它有一点像苹果珠。对，胖胖的古珠这个，对这个有哥哥姐姐喜欢的话可以收，这个真的好漏。卡一个，卡到这边。6800，能卖的这么低，可以。不能打拿过来看看，6800，拿过来，这个挑不出任何毛病，任何毛挑病不都出挑任不何出来，毛病哦。去哪月里？轩姐，这个真的好美呀、啊，月轩姐，妥妥的过万的啊。过万的这这种，条品质真的很高，这条也是缅料天空蓝，我都舍天不得空花蓝钱。里面的话，它这个筒珠，这个单卖的话，这个达到高冰了，这个，你看这里面有好几颗是达到高冰种水的。高冰的啊，这料子又很老的这我种，知又道，我居知然道。给那么低的等一价，下，9800能出了吧，老板？干嘛要抢这一条？可以肯呢。定呢，
可喝了几我都没有，这种是99%的完美度，因为我这边没有看到有什么瑕疵啊。因为我这边的话就是看不到什么瑕疵，因为天然的翡翠也不能说100%啊，我们保守的话就是98%以上的完美度。对，姐姐你看一下自然光，很梦幻很梦幻，一点像那种有天空蓝有点淡紫的马卡龙，而且它很胖胖的珠子啊。对，这条真的可以收6800人，很漏很漏的。姐姐这种上次罗文哥好像年头收了一条，这种的话都是卖9998，哦，就是10000块钱少了2块钱，10000块钱就少了2块钱。姐姐来，这个真心推荐啊，娟娟真心推荐，我给你拍个照片嘛，姐姐我给你拍个照片。对，你如果对收货的话你就收一步到位的。现在这种的话你就收到，你就不会啥都就会说，不会说什么完美度啊啥，你都不会很放心的。价格都拿不到了，这嗯，对，这里面有几颗是高冰种水啊，还有绿珠桂花糕，这里面还有一颗桂花糕，这种特色肯定会很爱这一条，好鲜呐，啊，卡位又很大。来，来看一下，都是透家伙的。对，这种，这个品质真的好高的。颗颗的都是焦的透孔极光，这种珠子。对对，这个它主要是也很胖，对，也这个真的是胖胖的，最主要是品质，最主要是高，还它这种桶珠可以，你们可以蹲一下，这一颗都要卖大几百块钱，这一颗。那昨天的颜色一样，这是昨天的吗？那个是昨天的是吧，哥哥？嗯。嗯。哥，翡翠没有一模一样的，哥，你说你昨天的那一条和今天的话，嗯，肯定是有一点都，那一条不一样，有一点点差别啊。对，所以的话咱们就这样说，真的翡翠来说真的是没有一模一样的，真的没有一模一样的来说。那个价我都不想卖，你我再看一下啊，随便你怎么样，如果你现在还能拿到那个，我知道这种，我知道这个本钱都拿不到，真拿不到哈，我知道。对，非你昨天那一条6000，你那条都不会一模一样的，哪里会有一模一样的，哥，就这个颜色会更深一点，对，今天的色会比较深一点啊，哥，咱们有什么说什么，这个底色会比较重一点点，再重一点点啊，就是看你个人，就是我这边收的话，我就是建议你收这条货头，这条你不会超预算，但是你提点预算你收个货头，这上面的话有砂岩。有一两颗有沙眼，就这翡翠，就我都跟你说了，不像衣服一样，你穿两天你就丢掉了，这些都是可以穿可以戴的，对，将来的话你给小孩都是可以的，这些都像你那买的那个金银首饰一样，它这些东西它是首饰，但是首饰能穿，
能传。对，月轩姐姐这条怎么样？这条真的不错啊，姐姐真心不错。对，很梦幻梦幻的那种蓝飘花桂花糕，它比较特色。它这种是那种苹果珠啊，苹果珠。对，真的很漏啊，或者他卖这个价他肯定。对，这一条。咱们也可以看到了哈。对，他这个也是做的都是品质精品的哦。这条真的。先把不说了。6500了哈，哎，没用，6800都亏了啊！可以了，别在这里几百块钱，这几百的一分都少不了，一分都少不了。就是啊，对呀，这条我知道，最低就是那个出不了。